是五寮国小小记者赖玉宏。为了让大家更了解九族，于是我决定将为大家介绍九族。首先要带大家认识九族。九族是以原住民闻名的主题乐园，许多人进来以后赞不绝口，因为啊，这里的原住民个个都为人友善，只要你愿意，他们便会教你不一样的原住民文化。接下来我要带大家了解九族的特色。九族之所以会有九族两字，是因为在原本的九族当中有九种原住民族群，而这九种原住民族群也就是九族文化村最大的卖点。以上是五寮国小小记者赖玉宏现场报道。我是五寮国小小记者黄振华，我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九族文化村。九族文化村中有许多游乐设施和活动，其中的一个活动就是纳鲁湾剧场。在纳鲁湾剧场中可以看到原住民跳舞的场景，实在太好看。接下来是立功餐厅。立功餐厅的美丽的外表吸引游客前来用餐，餐点是中式餐点，让人难以忘怀。下一个是天理园，天理园可以让平常很累的人休闲，然后无忧无虑的玩耍，可以让你放松一下，希望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。以上是五寮国小黄振华现场报告。我是五寮国小小记者于凯成，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九族文化村。九族文化村中有许多的景点，第一个景点就是欧洲的宫廷花园，这不仅是国内的第一座宫廷花园，而且也可以让别人不用出国就可以看到欧洲式的宫廷花园。第二个景点就是樱花湖，在樱花湖盛开的时候，樱花的倒影显现在湖中时，令樱花湖显得更漂亮。第三个景点就是观山楼，观山楼不但可以俯瞰鱼池乡和九族的全部的风景，而且还能在缆车上看到非常美丽又壮观的风景。以上是五寮国小小记者吴凯成的现场报道。